记得我在银行里面，因为我要帮他办他的什么一些东西，好，我就去了。我办好了，我在那边等。可是呢，因为他有一个，可能他是因为他的身份证字号要后面是尾数是几号，我不太记得。我就马上要打电话给他，我就要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赶快告诉我你尾数几号。我找不到任何电话，有在他身上，因为电话在他身上。第二个，我没关系，好，那我就说我跟小姐说，不然你在后面你先办，我就在旁边等一下，等一下我太太来，我再告诉你。他说好，我就在那边等。我等了40分钟，他都没有出现。我实在没办法，我跟那小姐跟柜台一个警卫接电话，我打电话给他，电话他没接，他从来不接电话的。哦，那个是，这个我绝对受不了，那很受不了，完全不接电话。后来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想说怎么办，我就试着打回家去跟我家里面的保姆讲说，你们看到妈妈？他说妈妈刚。